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五节，在希伯伦作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冇错，撒母耳讲到一样好重要嘅特质，就系我哋其实唔系听敬拜赞美，大卫会幕唔系听敬拜赞美，大卫会幕系你自己去敬拜赞美。无论你想几时放大神嘅恩膏，放大神嘅能力，放大神喺你身上嘅祝福，放大神喺你身上嘅保护。所以我想你知道，弟兄姊妹，你遇到危难嘅时候，你可以好似旧约嘅呢啲嘅皇帝一样，先至教佢你敬拜赞美咯，明唔明啊？但系弟兄姊妹，如果你系已经系星光的级数，你是一个在神的家当中做牛做马的级数，我想你知道你有一个的、神给你额外的祝福，就是甚至可以讲方言去放大这个能力。你要看看在你来讲敬拜赞美放大得多，定是方言放大得多，明白吗？然后两样摆在你的信仰当中去建立你自己信仰上的侍奉。那昨天我教到你们开始这样做，那昨天有没有做到？如我所讲的，坐在溪水旁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跟大家分享这个秘密，就是放大这个秘密，就是百里行之星这个秘密，就是我们要开始从建大卫会幕的这个秘密。今天我想跟大家理解一样很重要的重建的第二个锁匙。第一个锁匙，我们知道去到大卫会幕的时候，是我们去参与敬拜，而不是我们只是听人家敬拜。当然你觉得好多时听诗歌啊或者乜嘢嘅时候，你有阵时唔开声唔唱都 OK 嘅，系咪？但系记住就系话咧，你唔可能成日都唔唱噶嘛，你唔可能已经有个习惯性系根本系净系听人哋表演，等呢啲嘅歌去改变下你嘅心情心境，唔系噶嘛，明唔明啊？因为呢啲嘅歌最主要系引发我哋能够做到呢一个嘅行到呢个真理，去重建呢个大卫会幕噶嘛？点解会咁样讲咧？因为呢在圣经里面这个会幕这个帐幕由头到尾都是代表我们的身体，圣殿是代表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圣殿是代表基督的身体，是不是？但是问题我们知道夫妇是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圣殿亦预表了同样就是神的身父。所以原来大卫会幕就好像保罗、彼得他们常都说，原来我们身体这个帐篷，我们身体这个会幕、我们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帐幕的。原来大卫会幕讲紧就系咩啊？就系话我哋会让我哋呢个身体，让我哋嘅口，让我哋嘅手，用我哋嘅脚去跳舞、拍掌、唱歌、敬拜赞美神嘅。明唔明啊？呢、这个就系大卫会幕嘅真正嘅重建啊！神唔系话重建一个建筑物。喺开始我哋同大家分享大卫会幕嘅时候已经讲啊，如果系讲建筑物，有几多几宏伟嘅建筑物，但系唔见佢里边有神嘅同在，有神嘅医治，有神嘅超自然能力咁样。神迹到而家嚟讲啊，唔好讲话外邦世界话冇啊，连教会都话冇噶嘛。系因为咩啊？佢话咗俾你听啦，就系佢哋冇神喺度啦。咁简单，佢就咁话冇神迹啊，冇神啊，甚至一啲仲话冇方言添。因为点解？方言对佢哋根本冇用，就算佢讲嘅都冇用。明明佢唔能够改变。自己仍不能够改变这个世代，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在神的家当中拥有野牛之力这种质素，不能够成为燔祭。所以呢，原来大卫会幕就告诉你们，神在末后日子建立一些人，一个只不过根本好像大卫一样。大卫是一个什么人？他怎样用他自己的人生，他怎样用他自己的时间，我们就怎样用我们的人生，怎样用我们的时间。大卫常常在他得闲的时候敬拜赞美神，他的会幕就是这样。OK， 即是说他的人生就是这样。那你的人生呢？你的侍奉呢？你平时呢？弟兄姊妹，如果你平时去建立，慢慢去掌握一样东西，你就很轻易掌握到神同在那种气氛，那种恩膏和那种能力。如果我们能够将我们自己日常生活的习惯完全改了，将我们在敬拜赞美在聚会当中的习惯完全改了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将我们的百体里面，无论我哋嘅口啦，我哋嘅手啦，我哋嘅眼啦，我哋嘅心啦，我哋嘅脚啦，总之我哋呢个身体啦，我哋都好似一个祭物，一个馨香嘅祭物献俾神。所以敬拜赞美点解系代表燔祭？但系记住，敬拜赞美系代表燔祭嘅最初阶，因为咧原来咁样嘅，原来燔祭去到更高标准，就系你日常生活当中，你嘅口啊都能够勒住你嘅舌头。
你唔讲消极嘅说话，唔讲不信嘅说话，你直情将你嘅舌头咧变成一个祭物咧，为神嘅缘故去勒住。嗱，弟兄姊妹，第二样我想今日开始让大家去做嘅就系，除咗你 keep 住敬拜赞美咧，我想你试下留意下，由今日开始留意下，你每日讲嘅消极说话，你发文仔讲嘅说话，你嬲嘅时候讲嘅说话，你留意下你每日讲几多。嗱，点解我要咁样？要你咁样做，因为咧就系嗰个量导致到神唔会悦纳你个方言嘅，佢唔会悦纳你个舌头成为祭物嘅，因为你都冇勒住你个舌头，你个舌头都系不洁嘅，咁点献祭啊？点讲方言啊？明明方言系一个嘅燔祭，但你有冇洁净你个舌头咧？明唔明啊？所以圣经里面讲，当我哋去敬拜赞美嘅时候，我哋举起圣洁嘅手，随处随时嘅祷告，原因就系咩啊？原因当我哋敬拜赞美嘅时候，我哋就让我哋嘅白体。里面其他的这些的部分都是在神的面前圣洁，但问题原来当我们讲方言的话，那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教会的领袖或者是侍奉者有时懂得在侍奉当中丢掉自己的有瑕疵，真的，你平时是一个不敏感的人，但你做到忙的时候你最容易敏感，但你有没有做得忙的时候直接那个机会改那个敏感呢？平时你不是一个急的人忙乱的人，但你做得多责任的时候你容易急，你又忙乱，是不是趁那个有猪仔的时候去改，还是有猪仔的时候你去养呢？平时当没有逼迫的时候你发觉你是好好先生，但有逼迫的时候你充满苦毒不饶恕，那是不是那时候拿回这些猪仔去改呢？你愿意是去改的时候，你才能够使到侍奉或者日常生活去帮助你雕琢你，使到你成为一个更加什么，更加经得过这个用牛做的铜海的这个洁净。当你洁净了之后，你越洁净你的敬拜赞美就越产生功效，你越洁净你的舌头的时候，你的方言就越产生更大的功效。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五节，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五节，在希伯伦作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赞美的诗句充满心里，神怜悯爱意似风飘送进去愁绪，尘世里众多悲叹，神厚爱却始终伴随，共我在这幻变途中而伴去。神无穷大爱于我内里，连入流逝，这爱不会减退。我愿诚心唱歌，好出乐韵清赞，天乐将现诗句。韶华年岁中消散逝去，仍以诚意诉说主爱恩惠，赞同神恩最深，听出万语千言，直赞你每天献上千亿的诗句。